他跟我在一起了，哎，晨晨啊，阿姨，叔叔，他是我跟你讲过的周程程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啊！叔叔好，哎，快进来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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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别忙活，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等让让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姑娘，你这小店啊，开的挺不错的哈，谢谢谢谢。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平时店里还有个伙计，他去进货了。啊，温让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忙。你别替他说好话了，我知道他什么德行。他这个人啊，爱钻牛角尖，在待人接物方面没规少矩的。没有没有，温让他挺好的，他的书也卖出去好多了。而且他有自己的理想跟追求。他那叫什么追求啊？开这个书店是为了赌气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让让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来，坐下。爸爸来看你了，别赌气了啊。没赌气，您别管我。这小兔崽子。老兔子，找我就找我，干嘛跑到这儿骚扰别人啊？你说谁是老兔子？谁是老兔子？你造反呢你啊！你叫我小兔崽，你可不就是老兔子吗？生物遗传学决定。你从小什么都学不好，顶嘴倒是一套一套的。消气消气，叔叔喝口水消气啊！好好说话啊，好好说话。我问你，我们俩的赌约你还记得吗？没有。我倒不在乎那个什么赌约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振作起来？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。不是，您为什么非要逼我呀？我对事业就是这么的佛，断子绝孙这事在您身上已经不可能发生了，您就不能放过我吗？哎呀，你说我们老温家怎么生了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我问你，你心里头是不是还想着那个女的？爸，这陈年往事你又提她干什么呀？我不提你不提，就当没这回事了。当初人家为什么和你分手，就嫌弃你没出息。看你这样，我要是女的也不会喜欢你。老头子，你少说两句。行，再说最后一句，我和你妈呀都70多岁了啊，我们不指望你别的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个正常的人，行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不正常？没按照您的意愿活着就不正常了吗？哎，那您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正常的。我这最后一句也说完了。他跟我在一起了。我，这我们两个感情还不是特别稳定，本来打算稳定了之后再告诉你们的。